好啦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乔勋。今天呢，乔勋要来介绍五个 YouTuber 必备的手机程式。首先，第一个程式是工作室，看起来许多人应该很早就知道怎么使用了，但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呢。回到主题，工作室有许多的功能与分析有关，当然还有其他啦。而相信使用电脑的各位一定知道如何使用，只是程式是把电脑的画面移到到手机上面，让各位就是方便携带好使用啊。但主要的功能在即时性的使用，而当你跑去旅游、出门等，却又想要输出影片时，然后又不小心把影片的标题、资讯、图片用错了，有点太惨哦。或者是即时性的回复观众的留言，这时使用了工作室就方便许多啦。OK， 再来是这款程式，主要功能跟刚刚的工作室一模一样，但唯一不同的是将电脑会出现的画面，然后呈现在手机上。而假如没有电脑的各位跟乔勋一样的话，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做编辑的动作。第三个是 Realtime YouTube。这个程式可是很重要的，它会直接显示出真正的订阅数。主要来介绍这个程式所显示的画面及三个重要的功能。首先下载完打开画面，一开始会预设为 Pulipa 的订阅数，还有其他的。然后先看到设定，有一个叫做 App Refresh Rate。的功能，这个则是调整你订阅数显示的快或慢，然后可以一秒显示一次，也可以十分钟显示一次。当然就是要先找找自己的频道嘛，而找这个频道时会发现只能找到十个搜寻相关的频道，万一各位找不到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再一样再重设定，点一个叫做 Search Result， 这个可以去设定增加或减少搜寻人数。预设都会显示十个人，所以当你找不到的时候，这时调整到20甚至30，就会显示到你的频道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这有可能就是代表着你是不是被 YouTube 边缘了。当各位找到自己的频道时，会发现程式的颜色会随着频道而改变。这时回来设定，然后把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叫做 Color Change 的这个功能，就是它会把颜色会随着变化这样子。假如不喜欢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把它关掉，就是它只是会显示它预设的颜色。而这个程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画面上可以发现广告、你频道的订阅数、观看数、影片数等。当然你也可以将频道加到我的最爱，这样就不用麻烦的又要再找一遍。第四个程式是 YouTube 社群中乔勋所看到一个 Peggy 的一个文章，这个文章是给常使用社群去学习的各位来做分享的教学。在这也感谢 Dear Peggy 所授权来制作影片。回到正题，乔勋要来教各位一个功能，然后能将社群的网页变成一个类似程式的快捷键。首先，先将手机的桌面留一个空位。主要这个功能为快捷键，所以只能放桌面。然后再来打开 Chrome， 然后搜寻 YouTube 社群，或者是复制下面的连结，可直接做设定。当社群找到后，按旁边的三个点，最上面那个，然后会看到一个。加到主页画面，点一下按新增，它会跑到你的手机主页面。第五个是大家熟悉的 YouTube Gaming，
但当然好不好使用都有不同的回应啦。主要在手机上直播，除了使用这个程式以外，其实 YouTube 也有内建的直播。但跟 YouTube Gaming 不一样的是，它有100订阅的规定，就是也就是让频道到达了100人，它才能使用这个功能去直播。未来巧勋有机会也会持续制作关于直播程式的分享与使用。以上是巧勋5个 YouTuber 必备的手机程式教学，喜欢的话欢迎按个喜欢，然后按不喜欢代表巧勋必须更加努力，更加改进了。而未来会做更多就是相关教学啦，欢迎各位就是来订阅，然后若想要再持续追踪巧勋的许多影片的话，就按个铃铛吧。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下面的留言询问巧勋，或许巧勋会把你的问题做成了影片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啦，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吧。好，拜拜。